家好，欢迎收看八点整点新闻，我是李晴。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关心，立法院今天将续审国会改革法案，国民党立委自发性排队36小时，确保今天院会能顺利。民进党则将用至少2000次的登记发言战术背阁。现场最新交给记者吕介云。好，直播观众，记者为您掌握到立法院的最新现场哦。今天的国会改革相关法案呢，要继续送到大院里面来进行表决呢。而蓝绿立委其实一早就动员了，包括这个6点半，国民党就进行假动，围在议场门口排排队。前几天更是排班了，要守住门口。而民进党呢，是大约在6点50分的时候呢，团团的掰着这头顶着这个白色布条，要前进到大院门口。双方呢是一度爆发口角哦，蓝营是喊出要民进党好好排队，而7点一到开门进场之后呢，双方是没有太多的冲突，太多的推挤。而到了现场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议场内呢，其实这个布条都已经白白排好了。民进党呢是这个喊出了这个国会改革要还权于民哦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，那国民党呢，其实这个蓝白立委呢贴出布条呢是喊出这个改革查弊，到底民进党是在怕什么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主席台上呢，目前是在野党立委取得优势，已经成功占领了主席台。不过呢，在稍早的时候呢，民进党立委陈廷妃是一度要往前冲向这个主席台，被国民党立委团团围住，甚至呢爆发了一度的这个冲突，而甚至那个有民进党立委跟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立委大打出手，而陈廷妃呢事后呢也到了议场外来做出表达。不过呢，在现场更是跟这个国民党的陈玉珍爆发口角，一起来看稍早画面。你不要过来，是你推我的。我告诉你，陈玉珍，陈套在葛博士的背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陈玉珍就是在造谣说谎。今天是他自己把手伸到后面，请把录音带调出来。我的手都是这样子，我手一直都是如此，我手一直都是如此。请葛博士出来作证。来，请葛博士出来，请葛博士出来，请他马上出来，然后调录影机哦，调录影带，请韩国瑜调录影带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前面随时一瓶贵格燕麦饮，打造你的体内健身房，让你动。我们没有污染，我们知道他们会这么做。我们都有录影，好不好？请你后面才到的，陈玉珍后面才到的。陈玉珍后面才到的，陈玉珍后面才到的。我们明明坐站在那。陈玉珍，你不要再撒谎了，从头到尾撒谎到尾，不要再撒谎了。你后面才到。你先讲。陈玉珍，你说谎，你们都一直在说谎，国民党一直在说谎，请来出来。人在这里，不要那么凶。来，手这样子举起来，我手这样，你讲我没有说你在摸我，我没有，是你们，你们自己一直说什么我姓张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双方都还是相当有火气的，而目前场内呢是相对的比较平静、比较安稳的状态。而稍后呢，大概8点半左右的时候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呢也会试图要进到议场，而蓝绿呢恐怕还会使出这个人海战术，一方面要保护这个韩国瑜院长，另外一方面恐怕也是要阻拦韩国瑜院长哦。而9点之后呢，开始会这个国事论坛呢会先进行一波这个所谓的发言的部分，而之后呢蓝绿恐怕还会再各自出招。以上说演讲，我先把时间镜头交给彭内。谢谢介云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最新消息，会持续的为您掌握。